它叫东南亚国，哎，什么东南亚联盟啊？东南亚国家联盟，怀疑啦 ，ASEAN。其实东南亚国家哈、哦，其实有11个啊。哎，要 Timor Leste 啊，可是这 Timor Leste 好像没有进入这个 ASEAN 里面，它只是一个观察国了 ，observer 了。OK, number 4, 很小啊 ,Cambodia. OK, number 4, 我读 number 4, 给他听哦。我把它放出来先。OK, 第四题 ,berdasarkan pernyataan di bawah, jawab soalan berikut. Kerjasama ekonomi antara bangsa telah menjadi pemangkin kepada pembentukan hubungan perdagangan antara negara.对不对？我们这个有经济上的这个合作啊，国际上经济合作，哎，促进了两个国家的这个贸易啊关系。可以带来penggerak kemajuan ekonomi sesebuah negara，也可以带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OK， 问 ，berikan tiga sebab menjamin jalinan hubungan ekonomi antara bangsa wajah diperkasakan。这边讲是hubungan ekonomi 啊 ，Keller， 如果你是讲hubungan pertahanan 的话啊，那个我可以讲menjamin keselamatan， OK， 我可以接受。这个你想往经济上方面去想，格桑，哎，不是十八，可以menjamin我们的国家的什么？这边也给你讲哦，这边讲到的，这边 ，OK， 它可以带动我们国家的。发展呢、啊，可以menjamin我们的pembangunan negara。OK， 谢谢这个。OK， negara。还可以menjamin。Kesinambungan ekonomi. Ada satu lagi, ada satu apa benda? Kalau kita dengan negara ini ada hubungan ekonomi, kita boleh mengimpor barangan. Okay, kita boleh mengekspor barangan kita. Jadi, kalau kita dengan negara ini ada hubungan ekonomi,贸易的形成呢，贸易是为了要满足人类的一些需求吗？好像我们要吃米，还有我们要吃饭，所以我们进口，我们从泰国，我们从缅甸、辽国这些柬埔寨，我们进口这个米，泰国也是嘛，进口米进来，为了要满足我们社会的需求啊，所以我们要建立这个关系，来确保我们的货源不会断掉吗？可以说我们可以用来重要性是，我们要memenuhi keperluan semasa masyarakat. Diperkasa 是加强哈，我要强化它啊。Diperkasa， 行。OK， 接着 B， menyatakan tiga sektor yang melibatkan buruh asing dari negara membangun。这个是讲我们国家嘛，对不对？嗯。两个第一个 sektor yang melibatkan buruh asing dari negara membangun，
sector 是那个啊、领域啊，有什么领域啊？我们都是、靠这些外国的劳工啊，我不讲外国劳工，叫外劳了哈，外劳啦，像孟加拉的、印度的啦，很多，缅甸还是很多、啊，什么什么领域，我们用他们很多，有孟加拉，你看孟加拉是做什么？巴达尼安哦，布拉达安哦，对对对对，还有呢，在那个工业的。本比纳案也是很多嘛，像我们在那个 COVID 也是很多是工业区啊、工厂区啊，全部很多人外劳种嘛，种 COVID 嘛，所以这些 sector 啦，不吉朗案 ，yes， 不吉朗案很多啦，不吉朗案、本瓦丹，为什么我在想，为什么我们本地人不可以做呢？然后为什么我们要请这些外劳来呢？什么原因？你们懂吗？为什么我们这些领域啊，我们都很非常的依赖这些外劳？为什么我们本地人不会做？去丢垃圾？其实我 OK 的咯，我可以接受的。如果真是我没有读到很多书啊，还是我真是没有工作做啊，丢垃圾没有怎样吗？为什么这些领域没有人要做？因为肮脏，对不对？很辛苦，对不对啊？然后还有什么原因？一个非常非常，如果你是老板的话，你会请谁？你请外劳，因为外劳的工钱比较便宜吗？比起我们这边的本地人的那个工钱，你请一个买本地人哦，你可以请两个外劳工作，然后他们又很勤劳啊，对不对？啊，刻苦耐劳的，因为他们离乡背井啊，来赚钱回去给他们家人嘛。哎，所以他们又不怕肮脏，不怕辛苦。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很尊重他们呐、啊，没讲，为什么这个外劳这样，这么帮噶这样，我们敢离他们很远。其实他们也是很可怜，为什么他们愿意做这些工作？啊，就是这样。我们本地人不想要做。哎，可是最近我看到倒垃圾的人哦，我家附近有倒垃圾的人啊，就是每天来倒垃圾，不是每天，一个礼拜两次。我看到好像不是孟加拉嘞，好像是印度人有没？本地人呢？啊，什么事情？也对啦，所以咯。抢本地人饭碗，对，是这个是事实啊。很多工厂啊，他们都请本地人没有工作做，是因为什么外劳抢掉我们饭碗了？为什么会这个事情会发生？还是归怪到来我们自己本身啊？没有人要做，辛苦，懒惰。啊、星期一做到星期五罢了，因为这些外劳、哦、他们礼拜天、拜六、礼拜都做的嘛。尤其是你去那个工地的时候，本比纳安啊，我忘记写这个字，本比纳安。拜六礼拜他们也做的哦。OK， 然后来 ，namakan dua agensi di Malaysia menguruskan perdagangan di Malaysia 啊，这个。在我们的 Soalan Objective， 我还记得第十七题，哎，十六题，十七，有了，是什么？两个 agency， 一个是 MIDI 哦，要大写啊 ，MIDI， 一个是 MATRE。MIDI 跟 MATRE。OK， 行。OK， 我们来看一下，还有点时间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AC 啦。OK， 这一题是问关于什么 crisis， kesan crisis sumber sama jadi terhadap keadaan politik 啊，有几个对不对？有对 alam 的啦 ，sumber 啦 ，politik 啦
对不对？我还记得的 crisis。因为刚才我有看一下，哎呀，你需要 crisis 呢？啊呢？对我们的经济啊，对我们的 politics， 还有什么？我们的 masyarakat 还有 alam sekitar 这四个方面的影响。所以他问的问题是 politics 咯，所以这边呢 ，perubahan kuasa 呢 ，kawasan 呢？哎，perebutan kuasa 就是他们抢这些地方啊，要么不然什么什么人家的 antara beberapa puan negara， 然后导致到这个国家与国家出现这个 conflict 纠纷。OK， 我拿另外一个，你们知道我给你们另外一个 example 啦，你知道那个钓鱼台吗？有听过吗？大家，钓鱼台这个地方，钓鱼台。大家有听过吗？钓鱼台，这个就是三个国家，三个国家在争着的这个地方，日本、台湾跟中国，他们在争着这个钓鱼台，他们讲那个地方是属于他的，他讲没有 no， 那个是他们的，日本人讲不是，台湾讲不是，是我的，中国讲那个不是，是我的，为什么？因为对，是学了，因为为什么懂吗 ？Jean， 你没有，你发梦啊？这边我在讲这个问题吗？你答就是他的答案呢、啊。我在讲这他的答案，看到吗？他问你 crisis sumber semula jadi terhadap keadaan politik mah Jean， 所以我看回这个给你看哦。politik 的话，这个呢，它的个善啊，因为 OK， 打架啦 ，OK， 因为打架就谁敢？哎呦，他们打架就是什么？打仗哦，打仗那学人营就学了他的咯，可是没有啦，因为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就发动战争啊，他们只是会有这个纠纷罢了，国家与国家一直在争啊。OK， 现在哦，他们我跟你们讲，他们现在哦不会用武器来打仗了的，因为用武器来打仗哦，费那个浪费钱 ，OK， 生命浪费很多生，不是浪费很多生命会死伤很多嘛，对不对？所以他们现在用另外一种方式了。他们用贸易战，听过没有？贸易战就是我 boycott 你的国家，我不跟你国家买你们的生产物品，或者是我你要进口你的物品去我国家可以，我要 charge 你很高的这个税，这些咯，贸易战，或者我不跟你国家买你们的 sumber， 这些贸易战。所以、so, 他们直接用这种方式来去影响到你国家的经济，当你国家经济衰退，你国家就会衰退吗 ？OK， 我回来这里。OK， 另外一个格桑除了他们会不得不当瓜色，然后导致到有些 conflicts， 还有呢 ，tekanan politik 啦，ke atas negara yang pengaruh sumber， 有这个政治压力 ，OK， 然后导致到自己的国家里面的内战。自己的内战 ，OK， 然后我看一下、他的答案、其实他答案蛮多的，还给到的。你看回下去下面的话，你就发现到已经是有答案了的。这里，perebutan kuasa， 然后conflict wilayah 咯 ，OK， 然后的两个国家之间的这个hubungan politik， 会也是会受到影响吗？OK， 然后刚才讲的那个凯勒讲打架咯，如果严重下去的话，会引起这个不平安呢，还有 sabotage 这两个。然后 the Ghanaian politics 咯，刚我讲的 Ghanaian politics， 然后 conflicts politics， 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因为有一些他们自己的这个经济的危机，当经济危机，国家的这个经济政治危机也会形成。最好的 example 就是 Malaysia， 看到没有？我们很多 crisis economic， 有没有 crisis conflicts politics？ OK， 然后 sorry， 另外一题是讲关于什么 ？Boy 的是 OK， berdasarkan pendapat anda， nyatakan empat langkah terbaik untuk menangani crisis sumber semula jadi di dunia， 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来预防这个 crisis sumber semula jadi？ 有什么东西？四个。第一个是 memberi inisiatif kepada pihak awam dan swasta yang menyertai
program 的 activity 能帮助mengurangkan crisis 的那个，对不对？我们要给予这个赞同啦，我们要参与这些 program， 诶，政府也好 ，swasta 也好的他们的 program 来去就是减少这个 crisis 的那个啦，可能他们做一些环保啦，提倡利用这个绿色资源呐、啊，所以我们要去多跟对吧？去多多支持他们。然后menggunakan kenderaan berkuasa elektrik， yes， 用电的那个车啦，电动车啦的那个 suria secara berperingkat， 也就是我们分阶段的了，不是讲100%，从今天明天我马上换成这个 kenderaan berkuasa elektrik， 或者是直接换完整个整间家用的那个 suria， 可能嘛，就是说逐步的，哎，我们把它换成这些的那个 yang boleh baharu 可更新的。Nah, di sana membangunkan dan memajukan tenaga alternatif yang boleh diperbaharui seperti sekarang tenaga suria, hydroelectric dan tenaga angin. Jadi, kita perlu banyak-banyak mengembangkan tiga jenis tenaga alternatif. Nah, di sana menyedarkan masyarakat, menjimatkan penggunaan tenaga bagi mengelakkan krisis sumber dunia semakin meruncing. Okay, 就是我们要menyedarkan semua, 包括我们可以吗？我们可以教育啊，我们的社会啊，要让他们怎么减少使用这些不可更新的这些能源，然后来避免这个以后这个更严重的事情会发生，或者是你可以给其他交办这种 mendidik 这些 kanak-kanak lah sejak sekolah lagi 或是sejak kecil lagi 啊，等等这个penjimatan penggunaan 的那个这些都可以。有很多啦，很多很多 example 我们可以写的。Okay, 第二题呢 ，berdasarkan pernyataan di bawah, jawab soalan berikut. Okay, kerjasama ekonomi antara sesama bangsa sangat penting bagi sesebuah negara untuk pembangunan sesebuah negara dan memenuhi keperluan masyarakat. Okay, 这个是它的 sebab lah, 对不对？为什么有这个kerjasama ekonomi？ So, mengapa sesebuah negara perlu menjalin kerjasama ekonomi antara bangsa？ 这跟上面的 struktur 不是一样。为什么我们要讲那个叫什么 economy， 也就可以确保我们的开明，我们其实跟上面的速度一样啊，menjamin什么 kestabilan pembangunan， okay， 然后什么sebab， okay， 然后 sumber 什么jadi berbeza-beza antara negara。我看回一下他的题目啊，啊，这个了，嗯，sebab negara perlu menjalin kerjasama ekonomi antara bangsa，啊，因为啊，这个你们我们选最容易的啦，来 ，product keluaran negara yang berbeza-beza， 因为我们的 product。生产的别人没有吗？别人有的我们没有吗 ？OK， 所以我们要跟接上来 economy 跟那个国家，然后我们的 economy 不一样，他们的气候影响到那个什么的生产，我们没有，他们也没有，所以我们的 economy 不一样，所以他们的什么跟我们的什么也不一样嘛，所以我们互相的要依赖大家了。Okay, 可以，这边也是这样，什么什么的加地，什么贝泽贝泽的安达的那个的了。Okay, B 的 cara permintaan teknologi yang dijalankan antara negara maju dengan negara berbangun， 这个就是开有一题 objective 有做到的。Okay, 怎样去 permintaan teknologi， 直接跟他们买这个 model 啦。买这些 machine 啊 ，genderer 啦，berjanjian perlesenan 呢？也 berlaku apabila syarikat tempatan menjadi pengedar produk keluaran syarikat asing， 对不对？我们是像我们像 agent 这样，我们帮他们去卖外国的产品这样。然后 pemberian equity apabila syarikat asing memiliki equity dan saham dalam syarikat tempatan dan mereka melatih pekerja-pekerja tempatan dalam syarikat tersebut。
对不对？像很多一些外国公司啊，他们投资在我们国家，投资在我们本地的一些公司啊。OK，然后这有啥好处是什么的嘛？有时我们这些员工哦，我们可以派他们去到他们的国家，或是去到别的国家去 training。像马六甲这边有叫 Infineon 的一间公司，它是德国公司，对，它投资在马来西亚。然后这些有一些高层那些员工呢，他们有这个机会去到德国去我们讲交换，去那边去做一两年去学。那边的一些科技啊，然后再回来这一边的工厂，再教其他人，这个是它的好处啦。哎，bekerja mendapat latihan 哦。然后 aliran sumber manusia berlaku apabila pekerja atau pakar asing dibawa masuk。对，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劳工啊，哎，这劳工可以分成是 pakar 的或者是 kurang pakar 的啦。然后peraturan paten dan cap dagang berlaku apabila syarikat tempatan mengeluarkan produk keluaran syarikat asing dengan menggunakan jenama yang sama. Okay, 这个是 under cara pemindahan teknologi lah. Okay, 就是这边了。哎，在哪？这个 part。Alright，就是这样子了。这个吧，这个吧不会很难哦，非常容易的。好了，之后还有什么问题吗？大家？上面的练习啊，这些，OK，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先到这里啦。所以你们可以去休息，然后准备下一堂科学。OK，拜拜。